各位同学，请睇第三视第二次念佛绕念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呢度亦系绕念一千声。我哋同前面合埋一齐嚟睇，喺呢场系念法事之中，三时加起嚟，一个人大概念四千声佛号，一个人四千声，十个人四万声，一百个人四十万声。通常呢场系念佛事，我哋一般做嘅时候，人数大概总有一百到三百人之间。如果三百人嘅话，三四一百二十万声佛号，你话呢种力量几大呢？何况再加上佢里面赞佛、诵经、念咒、开示说法、发愿回向、忏悔，你咁样去观察，你先知道呢场法事嘅殊胜。呢几年嚟，我哋喺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，每个净宗学会都带头喺度做，对呢个大时代里面嘅灾难消灾免难，肯定有益处。嗰种利益，我哋睇下冈本胜博士喺日本琵琶湖做嘅实验，佢人数并唔多，三十几个人，咁多人嘅力量，一个钟头请一个法师带领大家念经，将自己嘅意愿善意回向湖水，大家心里面有呢个意念，诚诚恳恳嘅意念，异口同声讲：湖水清洁啦，湖水干净啦，我哋非常欢喜，非常感谢。一个钟头祈祷，过咗两三日，嗰啲湖水真嘅干净啦，波浪都冇，染污亦冇，你就知道善意信息嘅加持。植物、矿物都有能见、能闻、能觉、能知嘅本能，呢啲本能系法性嘅本能，
法性本具的德性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仁慈博爱。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归结大乘教义，提出修行的纲领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些是法性本具的德行，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是法性所具的本能。经常这样说的，中风禅师在这里开示亦是这样说的。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证明了，昨天我收到一份传真，那本书好像是台湾出版的，做了个报告，植物的秘密生命，有人亦做了很长时间用科学方法来实验，发现植物能见能听能觉能知，而且没有距离，人对他的心意他完全明白。以前我们认为那些东西没有生命，现在那些科学家研究发现植物有生命，人家善意照顾他，他感恩，照顾他的人如果出了事或者远离去了地道，他会觉得好悲哀，好颓丧，垂头丧气。如果那个照顾他的人回来了，他好欢喜，都能看得出来。整个宇宙是生的，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，念佛是最殊胜的讯息，最真实最善的祝福。天地鬼神都感动的，所以系念法事里头最主要的就是念佛。听完开始之后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一意执持佛号，真正做到不夹杂，一句一句跟住唔间断，念一千声，通常我哋系一千零八十声，我哋一串念珠系一百零八，十串系一千零八十声。当然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因为这场法事里面开示很多，开示非常非常宝贵，真是名扬两利。下面那段中风禅师截取慈云忏主净土文，
就好似第二时，禅师引用大慈菩萨的发愿文，好似呢啲地方，我哋能睇到古大德嘅心量，佢哋係包容嘅，佢哋唔分彼此，冇必要样样都係自己嘅。第二时我哋睇到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，威德无穷尽，呢几句是大慈菩萨的发愿文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慈云忏主的净土文。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到禅师的心量包容自他不二。人哋所讲所教嘅，同我自己所修嘅相应，咁唔系人哋就系我嘅。你睇前面佢讲嘅话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既然阿弥陀佛同我已经不二，大慈菩萨亦不二，大慈菩萨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大慈菩萨，在这里亦是这样，我心即是慈云忏主，慈云忏主即是我心，自他不二。性相一如，人契入这种境界，天下太平，还有争执咩？冇啦，自己和自己不会争。这段文我哋亦读得好多，有好多同学时时读。而家我哋亦读下呢段文：一心归命。佢一开头就同我哋点出嚟，归命亦就系归依。从字面上来看，归命比归依更真诚，真诚到极处，归是回归。全方位的回归，一心归命，归到哪里呢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。如果不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，他不可能全面归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真正能做到古德常讲两种人，一种常根离智，他对诸法实相完全明白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，所以他世出世间
万事万法彻底放下，一心归明，上根离智嘅边啲人呢？我哋而家喺大乘法里面睇到嘅法身菩萨，尤其是十地菩萨，始终不离念佛，真嘅系一心归命。另外一种人系下愚，谚语常讲愚不可及，佢嗰种下愚我哋比唔上佢。点解啊？佢亦系一心归命，你问佢嗰啲道理佢完全唔懂。佢师父教佢你老实念佛，佢就乖乖老实念佛，佢居然一个妄念都冇，全心投靠一心归命，佢做到啦。你问佢咩道理都唔懂，师父教我嘅，师父教我咁做我就咁做。喺近代我哋喺《影尘回忆录》里面读到嘅，修无法师晒蜡烛嘅嗰位法师，个名字我一时谂唔起，以前好熟。另外，谭虚老法师时时讲嘅帝闲老和尚有个窝漏像嘅徒弟，都系未读过书，唔识字，老实。师傅教佢点做，佢就点做，佢就做到底，一生冇怀疑过。佢能真嘅做到唔夹杂、唔间断。成功啦！真正不可思议。最难嘅，唔上唔落，中间嗰啲所谓半桶水最麻烦啦。你话佢冇智慧，好似几聪明嘅；你话佢真有聪明，佢疑虑重重。呢种人难度啊！我哋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为咩人讲嘅？就系为呢啲人讲嘅。上智下愚太简单，佛道他们不嘥力，很容易得到。佛对我们的恩德大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慈云大师那段文，感触好深。要时时想下自己有没有做到一心归命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段净土文仲是祈愿文，祈祷发愿，愿以净光照我，慈世摄我。这个愿
孔娘，感应非常灵敏。点解啊？一心归命，一心就是至情心，真情到极处，心里面不夹杂丝毫妄想，分别执着当然无了，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，先是一心。这个一心祈愿感应不可思议，愿以净光照我。阿弥陀佛，这句是以自性究竟圆满般若之光，那些光没有染污，本来就清净的，永远不受污染，法心性放光，世界亦放光明。世界是法性，佛性和法性是一个性，世界的光是什么？世界的光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气。中国人说气，中国人说风水，那个地方聚气，风水极佳。在佛法里面说，这种是世界放光，外国人讲的是磁场，地球有地球的磁场，太阳系有太阳系的磁场，科学家常讲，我们听到耳熟，世界放光，刹土放光，那种光是一切诸法本具的德能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每个众生都有，没有差别，完全相同。那为什么在事相上有这么大差别？佛跟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佛讲得咁清楚咁明白，你嘅光明点解会失咗？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将你自性里面嘅德能遮盖住啦。各位要知道，遮盖住了并没有失了，好像阴天落雨，浓浓的乌云将太阳遮盖住，太阳没有失到，还在这里，只是受到妨碍遮盖住，它的光削弱了。
发挥唔到圆满嘅德用，就系咁嘅一回事。如果我哋能将妄想分别执着嘅污云除咗，自性嘅德能就圆满现前，太阳仲系光明遍照，我哋而家迷紧，我哋圣德嘅正光失咗啦，而家求佛加持，佛光铸照，令我哋嘅障碍能化解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而家我哋点去具体落实？佛光照我，我的妄想分别执着就化解，烦恼习气渐渐就消除了，好事啊！佛光就绕在我们身边，问题是你要接受。你话我见唔到佛光喎，我点接受？经本所在之处就系佛喺嗰度放光，所以我哋点解时时谂住？要印诵大藏经，要将世出世间最真实的宝藏法宝介绍给一切众生，净光照我，在近代又增加一重障碍，什么障碍？现代人不学文言文了，要知道文言文是中国人古老祖先无比智慧的创造，因为他们知道语言会跟着时代变迁的。如果文字和语言合一，古时候人的话我们现在听不懂，古时候人写的字我们现在没办法读了，要找专家考古学家还未必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，一般只是猜测。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聪明，他将语言和文字分开，语言无论怎么变，文字绝对不变，
呢一招厉害。文字是个工具，将远古祖先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经验用文字记载下来，传递给后代子孙，等后代子孙从文字上读到之后，好像面对面通讯讲话一样。这种是非常伟大的发明，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。而家大家唔要啦，认为文言文艰难。老实讲，文言文系一啲都唔艰难，非常容易。你唔学咁就难啦，你要学就唔难。我早年到台湾，我仲收集大概有十几本，唔多，好似十二三本。民国初年小学生读嘅嘢，里头有小学作文，民国初年嘅小学作文、模范作文。这几年时时搬，到处流浪，那些东西失散了，现在大概还有五六本。那些十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文学系里面的学生不单止写不出来，他读都有困难，他还要去查字典找资料，这就说明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不及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。十岁左右小朋友能写得出文章，当然佛经对他来讲没有困难，佛经是最浅显的文言文。在民国初年那种文学程度，小学生就能读经，他是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特别用最浅显的文字，所以佛经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里面称为变体文。你如果跟古文比，好像古文观止比一比，古文观止任何一篇文章都比佛经艰深。佛经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，翻经祖师的意思希望佛经普遍流通，不要有文字障碍。现在不读文言文加重了一层困难，现在在困难之中还有一层困难。现在大家用简体字，繁体字他不识了，这又加了一个困难，你说这麻烦大了。令这个真是无上的法宝，能帮助我们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的典籍，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心痛。我们那些后代子孙忘记了祖先的恩德，不知祖先用心良苦，
对后辈爱护之心。所以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地方，静光照我，慈世摄我，这个世就是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往生净土，一生成佛。佛有这个愿，我们现在有心真心来祈求，同阿弥陀佛本愿相应，要真正做到相应，那我们亦要好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四十八愿。我们每日读诵经典，当你读诵的时候，就是佛光照一次，佛光就在这里照你，你在这里念佛，声声佛号，佛的光明都照你。佛教里面的大灌顶，灌顶什么意思？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本人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他讲的我们好好懂。这个灌顶，顶顶是最高的佛法，至高无上的大法。观是什么？观是全受。换句话说，观顶真正的意义是将无上大法全受给你，就叫观顶。我们现在知道无上大法是什么？是无量寿经，是弥陀经。无上大法，隋唐时代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各个宗派的祖师，几乎他们公认华严经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讲一切经里面第一经，称他为经中之王。华严最后归净土，所以那些祖师大德讲华严法华那些大经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，佛那些大经大论引导你归无量寿，引导你归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话我们听到一点都没错，确确实实是这样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西方极乐世界先是第一的第一，无比的殊胜。我们在介绍那些大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将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次，就是阿弥陀佛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和你灌顶一次，你读两次和你灌顶两次，你在一生之中受诸佛如来灌顶不知有多少次，但是还未开悟，还那么猛，你就想到你的业障几重。
日日同你灌顶，你仲唔开悟？业习烦恼之可怕，由此可知。点接受佛光注照，接受大法灌顶。我在讲席里头亦常讲，必须要将自己障碍除了。我们有严重障碍住，挡住。佛光照唔到我哋，嗰个灌顶我哋冇办法接受。我时时劝同学，唔知劝咗几多次，要将自私自利呢个念头掹甩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真的真能放下，你的障碍没有了。净光照我，真照到了。慈世摄我，真的有摄受力，你会感觉到。顶法灌我，你亦体会到。你的烦恼，我可以话每个月每个月会轻，月月烦恼轻，月月智慧长，你会发起充满，你会非常欢喜爱好学习嗰啲法门。点解？你真得利益，功夫真的得力，每个星期你会觉得不一样，就是进步，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功夫达到高水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点呢？日日唔一样。今日同琴日唔一样。琴日同前日唔一样。进步快速啊。只要真做呢种事情，人人平等。本来平等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，肯不肯放下，关键就在这里。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。一放下心就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点解唔肯放下？点解对烦恼习气咁贪着？
要时时记住，佛喺般若会上讲嘅系真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时时谂住。点解啊？对付你无始劫以嚟嘅迷惑贪恋，你放唔下就系迷惑贪恋，样样仲要争取。真嘅明白啦，人哋送俾你，你都唔要，点解啊？虚妄嘅，唔系真嘅。万法皆空，包括我哋自己嘅身体，都系虚幻而不可得。波野经常讲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不可得。真正能将世尊这些教诲落实在生活中，那你就日日有进步，日日智慧增长，就好像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道讲的，他跟五祖讲的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那种境界不是日日生智慧，是念念生智慧。他是什么人？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念念生智慧。他不生烦恼，烦恼没了，断干净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心归命，一心祈祷，求佛加持，我们进步快速。祈求自己要有行动，没有行动只在口里，那是虚妄的，不会有感应，要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下面就讲了。我今正念清如来明，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就是拿行动出来，真的在度求。正念简别，邪念远离了。邪念是什么？对世出世间一切法贪恋，我们在讲席里头时时讲，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邪念啊，那不是正念，损人利己的念头，骄慢嫉妒的念头，
严重的邪念通通放下。正念是什么？一心归命，发菩提心，专求净土，这种是正念。底下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清如来明，正念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这个是正念，纯正的念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绝对没有一个邪念夹杂。我清明，我求生，我希望成佛道，为的是什么？为菩提道，求生净土。菩提道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究竟圆满的明白。就叫菩提道，明白之后先知道，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。这个事实边个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法身菩萨知道。我们在宗门语录里面听过有觉悟的人讲出那种，对不起，再来，讲出那种觉悟的境界，他说虚空法界是沙门一只眼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和我是一体，这个叫法身，清净法身。法是什么？法是一切诸法，所以真正觉悟明白的人，一切诸法就是自身，就是自己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心现一真法界，色变十法界，全是自己，就好像发梦咁，梦境全是自己心现色变嘅，冇一样是心外之法，所以话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喺边度？心喺诸法。法喺边度？法就系心现嘅。心同法系一，唔系二。阿难揾心揾喺边度？老实讲，佢根本唔懂，唔单止真心唔懂，妄心亦唔懂。你一懂，一切懂。你懂得真心，你就知道妄心；你彻底了解妄心，你就明白真心。宇宙系一，零零活活系自己，自己对自己，边有唔爱护嘅道理噶？所以佛法讲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慈悲无条件，亦无等级，平等的。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现色变的，所以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己自分。
点会唔爱锡？我爱锡我双眼，一粒灰尘都唔俾佢染污。我爱护我嘅身体，喺呢度明白啦。我爱护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，呢种系菩提道啦。为咗咁求生净土，佢就系究竟圆满无上菩提嘅佛果。我为咗佢求生净土，呢个系如来本愿，一切诸佛如来希望一切众生快啲成佛，同如来嘅本愿完全相应。请跟住睇第三时慈云法师嘅净土文。佛色本誓，若有众生欲生我国，自心信拗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觉。我哋睇呢一段，呢段系讲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到他出家之后就是法藏比丘，在自在王佛面前发四十八愿，本世就指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是接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往生净土。那一愿这里提的就是第十八愿。四十八愿老实说是以第十八愿为中心。第十八愿讲咩？十念必生。这个十念是讲临终十念。就算那个人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临命终的时候有个人教他念佛，他就能接受真正肯念求愿往生都能得生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所以日本现在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，老实说古人古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错，绝对正确。现代人搞本愿念佛是投机取巧，那不会往生，没有诚意。四十八愿他通通都不要，专门只要十八愿，那错了。我们在前面看到中峰禅师的开示法愿，这个法门是信、愿、行三个条件。愿呢要同四十八愿愿愿相应。中峰禅师讲得好清楚好明白，这些话不是他一个人讲，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么讲的。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个意思，华严经上常讲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
这个是佛法里头不变的一个基本原则。那你就知道48愿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47愿。少一愿，那一愿就不圆满，就有欠缺。所以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48愿我只要第18愿一愿就得了，临终十念必生，其他都不要了。你这一愿孤立了，里面没有其他48愿，这一愿就不会成立。为什么说大德没错？古大德48愿他知道这18愿里头圆圆满满含摄其他47愿，一愿都没有少，这样得，这样没错。现代人不懂啊，讲得不好听，误导众生，那些好心的众生到最后都不会往生。这件事情古来祖师大德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就怕我们错会了意思，平时不用学佛，吃喝玩乐到临终再念就得了，平时何必咁辛苦，好似念佛有咁着数嘅事情。古来大德同我哋讲，临命终十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你临终时候能唔能具备？第一个，临终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迷惘不颠倒，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？你细心睇下，病得好重的人，就快走的人，你去睇下佢，大多数连佢屋企人都唔认识，迷惑颠倒。喺呢种状况之下，这个十念一念唔起作用，唔会念。佢啲仔女孙都唔认得，都唔识，佢仲知道阿弥陀佛咩？冇可能㗎。所以呢头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困难。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大福报。你有冇呢种福报？你能唔能保证你走嘅时候走得好清楚？尤其是而家现代嘅社会，我哋时时听到老年痴呆症，得老年痴呆症就弊啦。西方极乐世界就冇指望。西方极乐世界冇一个痴呆嘅人。弥陀经上讲得好清楚，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换句话讲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善根大福德。大善根大福德他会痴呆咩？哪有这种道理的？痴呆是业障现前。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在生前修福修慧，你有福有慧，临命终时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先不会痴呆。头一个条件，你想想你有没有把握？第二个条件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快走了，一口气就要断了，那个时候你遇到善知识劝你念佛，
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提醒你？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人提醒，就算很清楚也不会往生。那个时候要有人提醒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助念。自己有真正功夫，可以不用人助念，自己没有这种功夫，助念很重要。旁边有人提醒，这个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人家提醒你立刻就信，就能接受，就依旧奉行。讲就易了，头脑清楚，人家提醒你劝你念佛，你仲半信半疑，那个时候怎可能就相信，怎可能就发愿？所以十念必生，在理论上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事实上有困难。但是事实上这种人有没有？有，真的叫亿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个。这样的人，祖师讲得好，不是偶然的。那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念佛法门，他的善根很深厚，只是在这一生中遇不到善缘，迷惑了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一生遇不到佛法，受环境污染，但是到临命终时有人这样一提醒，他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福德立刻现前，他接上了，这走的。不是偶然的。这种讲法符合善道大师在《观经四帖疏上品上生中》里面所讲的。他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土三辈九品，总在遇缘不同。这句话讲得好，总在遇缘不同。你这一生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有遇到好的因缘，就算过去生中有深厚善根福德，还是不会现前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能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，临命终时有把握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咁你从而家起就要落功夫，要做准备工作。嗰种功夫就系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系福报，临终冇痛苦，清清楚楚系属于福报。你要有福，现前有福，唔好去享。你将你嘅福报享尽咗，临终冇福。而家有福报，嗰啲福报让俾人去享，供养大众，福报就更大啦。我哋希求福报到几时享？临命终时享。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意无错乱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种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。因为这个关口的时刻里面，关系我们来世，来世走向佛，不是在六道。所以这个十念千祈千祈不要错会，
唔好有侥幸嘅心理，而家有唔少修本愿念佛嘅，你自己要多谂下，最好多睇下经，多听下经，了解呢啲道理。世间法，侥幸都唔会成就，何况成佛嘅大法？侥幸嘅心投机取巧，边有咁着数嘅事噶？自己要多谂下。呢度系引用佛嘅誓愿，我而家嘅愿望同佛嘅誓愿相应，若有众生，这个范围好大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讲的。欲生我国，欲是你愿意，你向往，希望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下面讲的是条件，你必须具备自心信拗，自心信拗就是这篇文章里头头一句一心归命。一心归命才是真正的自心信拗。自心可以当作真情心讲，亦可以当作自愿。我的愿心，自心就是愿心。我对西方极乐世界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事，相信自己真正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。具足这三种信，这才叫信心成就。拗是爱好欢喜，就是有信有愿。牟益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头跟我们讲，往生西方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，真信切愿必定得生。下面讲念佛功夫浅深，是关系你品位高下。念佛功夫深的人品位高，念佛功夫浅的人品位低。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，得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。这信愿行三个条件，临终十念，这个十念是行，亦具足了信愿行。就算临终一念，这一念亦是行，这个条件相应。后面那两句我们好熟好熟悉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觉。佛曾经发过这个愿，如果他具足这个条件，他不会往生，法藏菩萨就不会成佛。
成正觉就是成佛。法藏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，就是阿弥陀佛，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。换句话说，他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，有一愿未能兑现他就不成佛。这句话的意思好深，一定要知道一愿未能兑现就不会成佛，不是只有第十八愿一愿，中峰禅师在这里开始讲得好，一定要和四十八愿愿愿相应，你这第十八愿就相应了，怎可以专取一愿舍弃其他四十七愿，那阿弥陀佛怎成正觉呢？佛经义理都讲得非常圆满，我们自己要细心去读去观察，不可以看偏了。你如果看偏了解错了，你这一生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达不到，你落空了。我们再看下面文，以前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，由于佛曾经发过这个愿，我们现在发心和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，我们现在认真念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中圆满成佛，这个是佛心，这个是佛的意思。但是佛教化众生最难得的，是随缘，法不攀缘。我们在经教度看到普贤菩萨那十愿，你看随喜功德行顺众生，随喜行顺佛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勉强，所以你喜欢什么法门他就跟你讲什么法门，你喜欢修什么法他就教你修什么法，他不会跟你介绍这个法比那个法好。你看一切经里头佛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，随顺个人的根性，随顺个人无始劫以来的缘分。一个人在一生之中，好像我们现在对这个法门欢喜，不是这一生的事情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这个法门，一接触就生欢喜心，
其他法门你接触好多次，欢喜心生唔起嚟，咩原因生疏？从前冇来往过，呢、这个法门好熟悉，所以一切众生根性唔同，志趣唔一样，爱好唔相同，佛能随顺。所以佛心清净，佛呢种做法真嘅系度我哋自己。我哋自己点解度唔到自己？我对呢个法门欢喜，劝人你亦信呢个法门，佢亦信呢个法门。佢如果唔信嘅时候，自己生烦恼就弊啦。烦恼习气一现前就堕落啦。你好似佛一样心胸拓开，各随其好都好，无论学边个法门都好，冇一样唔好。你睇你心胸几开阔，你几清净平等，咁样自度啦。佛嘅示现意思好深唔好深，俾我哋睇到会觉悟。我哋应该向佛学习，唔好执着。佢如果学其他法门，我有能力帮助佢，好似释迦牟尼佛有能力。你想学禅教你禅，你想学物教你物，你想学律教你律，无论想学乜嘢，佛都有能力教。全知全能，所以佢能普度众生。我哋冇呢种智慧，冇呢种能力，只能学呢个法门。人哋要学其他法门，我哋介绍俾人。我前面同各位举个例子，有人学禅，我都介绍俾圣一法师。我认识嘅中门大德，佢系一个好法师，系专修专门参禅嘅。我对佢亦非常敬仰，你哋想学禅，我都介绍俾佢。想学唯识嘅，以前我都介绍俾演培法师，佢系专门修学法相唯识宗嘅。我介绍俾人，唔好一定要拉住嗰个法门唔好修，唔及呢个法门，唔可以咁讲法。呢种讲法唔系佛嘅意思。呢种讲法，我哋自己心度有负担。乜嘢负担？因果嘅负担。自己嘅心唔清净，唔平等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唔平等嘅系众生嘅根性唔平等，众生嘅福德唔平等，众生嘅因缘唔平等。法门绝对系平等嘅。我系边种根性，边种法门适合我，自己要认识清楚。一门深入长时训修，冇话唔成功嘅。你想成就呢一生圆满成佛，绝对要舍弃世出世间嗰一切染污。
烦恼习气，你要放下这些嘢，障碍我哋嘅心性，障碍我哋修学。真正学到功夫得力嘅人，佢嘅心境永远系清净嘅，永远是快乐的，绝对不会生烦恼。不单止学到，在中国以前儒家读书人读书名理，你看《论语》，它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言行，第一句话就讲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从孔子一生经验之中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，我们现在讲所有一切行业，所有一切事业，哪一种最好？你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心得，他说吾常终日不食，我一日不吃饭，终夜不寝，一晚没有睡觉，以思我在这里想，想得好多，想到最后不如学也。这种是世间最快乐的，任何事业任何行业比不上学。学完之后教，现在的讲法是从事教育行业，这种行业清高，这种行业快乐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古时候的教育，学什么？学圣言。读书志在圣言。中国古人读书求学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自己要做圣人，做贤人。这个目的正确，我们佛法讲的转凡成圣。佛一生教学，从事教学工作，教学的目的我们将它归纳只有三句。第一个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，这个是最低的，对一般普通人来讲的，天分高一点的，聪明伶俐，帮助他转迷为悟。根性最利，成绩最好的，再提升一层，帮助他转凡成圣，这个是教育的目的。现在麻烦大了，现在教育没有了，学校这么多，教什么？教名闻利养。现在学校的目的是求名求利，不是做圣做贤，圣贤教育没了。那世界就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很多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
我哋睇下现代社会嘅现象，真嘅就好似末日嘅前兆，好可怕。中国外国几千年教育都是以性学为主导，学性学言是最快乐的事情，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法喜充满啊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个朋是什么？传法的人。你的学术，你的道德，有人继承，咁快乐。世法里面，事业要有继承人，你的事业真正有成绩，你自己一生做得再好，后面没有继承人，你死了就没有了，你的事业业绩等于零。道学亦是一样，道学要有成人，有传人，传承最重要，代代相传。在中国佛门里面，很多宗派里面是祖祖相传，传的是道，传的是德。在近代这个世纪之内，几乎亦断绝了。这种都是末日的现象。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大慈大悲，希望挽救这个劫难。他用什么方法挽救？跟我们说，末法时期学习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十六个字：敦伦尽训，限邪传承，信愿念法，求生净土。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他是对广大群众，就算不是修净土宗，修其他宗派的，前面两句一定要遵守：敦伦尽训，限邪传承。这种是道德，敦伦尽训是道，大道；限邪传承是德。无论修学任何宗派，不可以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那不是佛法，魔法。对佛法的成全，他说得非常好，成立世道场，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，不化缘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，绝对不要化缘，不要无倦。为什么？你心是定的，
时时动脑筋要去化缘去募捐，你嘅心永远唔定，心唔定就弊啦。心要定，唔化缘，唔做会，会系法会，唔传法，唔收徒弟，唔传戒，唔做经忏佛事。专门念佛修净土，这个方法好，你心是定的。我们是印光大师直接成全的，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，我哋系一脉相传，绝对遵守老师嘅教诲，所以我哋呢个世道场工程就快好啦。就系嗰个世道场注重遵从老师嘅原则，唔超过20人。呢度系讲出家众，我哋唔超过20个人。大家好好咁喺一齐念佛学教，念佛系为自己往生，学教系为传法。我哋希望如来圣教能代代相传，后继有人。学教的日日讲经，日日讲经有困难，为什么？你写稿来不及，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道场学教的，一个星期最少要讲两次，你上台讲两次，一次两个钟头，两次就四个钟头，一个星期四个钟头，大概你写稿一个钟头要写10000字，你一个星期写40000字讲稿，常住乜嘢事都唔使理你，你就专门学你嘅经教，你上台讲我哋大家听，我哋大家听得唔满意，你就俾开除啦。你嘅名额空出嚟，有再好嘅人想嚟学，佢先能补入嚟。名额满啦，外面人想嚟补唔入嚟，等我哋呢度开除。所以你唔用功，唔真正学，喺道德嘅学问上唔用功，你好容易俾开除。这个地方早年慧远大师庐山道场有选佛殿挑选，我亦在这里选佛，不够水准的就被淘汰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用功，你不可以有杂念，亦唔可以有杂事，咁多人嚟侍候你，为你服务。你如果唔成就道德学问，你对唔住嗰啲人。咁你只有快啲走，将个位空出嚟让俾人。呢度冇情面讲。如果要情面嘅话，佛法就喺你身上毁咗啦。我哋必须严格遵守印祖嘅教诲，希望我哋喺呢个地方10年之中，能真正有几个人才出嚟，唔使多，有个3个5个，我哋就成功啦。
要苦练苦学啊。我哋以呢个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四十八愿，我哋嘅心愿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行持同佛相应，就是同经教相应。经典里面教我们的，我们要通通落实，我们要做到，这才能同四十八愿愿愿相应。相应就是入如来大势海中，如果同四十八愿不相应，相应一半还有一半不相应都不得，完完相应有一愿不相应都不得，这才叫入弥陀愿海。这个时候当然成佛持力重聚消灭善根增长，这是肯定的，得佛持力加持，佛乜嘢持力加持，就是佛经教加持。我哋将经教里面嘅思想变成自己嘅思想，自己平时嗰啲胡思乱想通通放弃，放下自己嘅成见，放下自己嘅想法、睇法、讲法、做法，遂信佛陀教诲，遂信经教。将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，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，这种叫学佛，要学得似佛。佛是我们的标本，是我们的模样，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。就算不会完全学到一样，亦要好似的。我们先没有空过，我们接受十方信众的供养，这才讲得通。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，古人讲得好好，事主一粒米，大如虽微散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大觉还。你要受果报，果报受完的时候，你还要还债。往年我在讲席里头常讲，出家那碗饭是最难吃的，比乞衣乞食难得多。乞衣乞食人哋布施嘅，冇回报，嗰、那个人系嚟种福嘅。三宝系福田，佢嚟种福嘅。你系咪个福田？佢系咪真嘅种到福？佢如果种唔到福，佢会搵你计数。所以呢度成佛持力，要知道佛嘅持力就系经教，佛嘅光明亦系经教。日日唔离开经教，日日读经，日日研究经教，日日喺度研究讨论经教，咁系放光。呢个地方佛光普照。
重罪消灭，善根增长，这两句话想下就知道了。你能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一切随顺佛陀教育，你的罪当然灭了，你的善根自然增长。善根是什么？要知道。罪是什么？罪的根是贪嗔痴，所以三毒烦恼是罪根。善根是什么？罪根的反面就是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，贪嗔痴写了，无贪无嗔无痴现前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生起来的。贪嗔痴无了，烦恼断了，罪就灭了。这一点我们同学要日日反省，要日日检点，做早晚课，早课读经，提醒自己。你看我们做早课，现在你就懂了。净宗学会成立，我编了本课诵本，那本课诵本是行师负责的，我教他编的。我们早课读经，读无量寿经四十八愿，讲到这里你们心里就有数，就明白为什么将四十八愿当作早课经文。晚课我们用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我只拣这两段经文。早课是提醒自己今日一日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持要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。晚课读那段经文，那段经文是五戒十善，叫我们反省。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做到未？佛叫我们不好做的，我们有没有违反？这种是修忏悔。佛教我们做的，如果未做到，听日一定要做到。佛教我们不可以违反的，我们犯了，听日一定要戒。这样做早晚课有功德，这种早晚课是灭罪生善。早晚课不是读给佛菩萨听的，在佛菩萨面前做早晚课，它的意义是佛菩萨在这里监督我，和我做证明。我是不是在这里依教奉行？咁就係圣佛慈利加持，真加持上啊！一啲都唔假，佢里头一丝毫迷信都冇。佛菩萨係以教训嚟加持我哋，我哋自己乐意接受教训，改过自身，
改恶向善，改迷为悟，咁唔系通通加持到啦咩？长时间分习，日日做，一日都唔好空过。我哋烦恼习气重，外面嘅诱惑力量好大，一日唔做，心就变啦。三日唔做，你肯定恶习气全部现行，你做嘅罪业必堕三途。古时候嘅社会，一般仲能支持半个月，半个月仲戒，呢种系佛门嘅规矩。嗰阵时得，而家唔得。而家半个月仲一次戒，一啲用都冇。要点呢？日日仲。我哋将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定做晚课，嗰一段系戒律，要日日仲戒。日日要反省，做到未？你明白佢嘅意思，你先知道古人嘅教诲，古人嘅文章。你真学，点会唔得受用？聪明伶俐汉，一生之中转凡成圣，唔系假嘅。而家时间到了。